两天一夜购，网络拔开夏猎人2.0来了啦！以前是开箱，现在我们这次是开房猎人，哎呦，我们跟你开房，不是跟我开房，主要是我们两天游最棒就是住宿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网络版就会告诉大家一些特殊的房间，甚至民宿。但是这个没有对外开放。没错，我们这次是来看名人的家，他是一个起重吊车界的大佬，他很厉害。他之前新闻也有很多人都采访过他，他家金碧辉煌啊，而且最这一栋吗？对，厉害的还不只是他的家，包含他的身体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故事。光看这个外观，我就觉得了不起。对啊，这个真的蛮像饭店的，但是他自己的住家，是他自己的住家，而且这个是金碧辉煌哦。我第一设计还一人一层，是不是？哎，新竹之外，罗的老板。天哪，它里面还有管理室。而且这是他们自己家住的，并不是一个社区。哎，已经帮我开门了，可以进去了吗？哎，刚好听到一个歌啊，简直这个，哇，不好的示范。有了啦，开了开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要来拜访一下有名的大佬。我觉得这个是好特别的，哇，你看看，好特别的体验哦。天哪，那这边去了啊。好，谢谢你。这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高级进来的大社区，但这只是他们家而已。哇，你看光这个水晶灯，光这个电梯间的这个建材，我想可能就比一些无法理解这是一个人的家里。嗯，他怎么样都感觉是一个社区。你光这个也这么浮夸、啊？有的穹顶啊，对我自己设计的穹顶。哪有人家里浮夸到还有什么穹顶？这样看过来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三温暖的池子，还有这样的view。你有没有听到外面工作人员在喊迷路了？哦、好像有人在求救，有人在讲说迷路了、欸。外面工作人员完全吓到，太可怕了。看完之后就觉得我的这辈子就这样，没得努力。哇塞，金碧辉煌，太夸张了吧？这是皇宫吧？这是博物馆吧？这些是水晶的东西，这就是老板吗？吴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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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欢迎，干爹干爹，哎，干爹干爹，人家没来啊，不要这样，干爹。这边算是，这边是上的你的客厅，对，这边就是招待所有贵宾的 VIP 的客户在这边。好，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有五个房间。好，这层有五个房间。这一层有五个房间。对，有五个房间。下次你要带男朋友来的话，或带老公来的话，免费借住。我是希望可以带男朋友。啊，没问题啊，免费借住。私下你们要跟我私下聊这块，你的男朋友的部分。但这个位置是单纯只能坐在这边喝东西吧？因为他没办法上菜啊，都在。我们这边都是仅供喝红酒、喝饮料、喝咖啡的地方。哦、然后其他。六楼以下全部都开火的地方。那你该不会还有什么网球室啊、篮球房这种房？在二楼。那我们去。那篮球室在二楼。在二楼，对。你真的有一个篮球打篮球的地方？小小的篮球还是打网球的地方？谁呀、啊？我随便。电影院的电影院几楼？视听室在七楼。小小的视听室而已。你在七楼，啊，在八楼了，八楼。啊，健身房呢？也在八楼。你该不会还有三温暖吧？就是跟老婆们泡汤的地方，还有重点，你跟老婆们对几个？四个啊。那一般这样，好朋友来，然后这边喝完咖啡之后，你会带他们去哪里参观？就是房间参观、啊。那我们可以，那我们可以，我们有这荣幸看一下房间吗？没问题，开一下房，来，开房，开房。这个床很棒的床垫，好软哦。可以躺着没关系啊。哎，我觉得很柔软哎。有一种就是你这个床垫下去的感觉。床垫虽然没有到像人家900多万，但是床垫至少十几万，也蛮好睡。这也十几万。它那个牌子基本大概30，所以你一定可以买个几张。对啊。对。这个床垫是睡了20年都不会变形的，真的。对，哎呀，这非常好的。我们两个人都拍在把它弄。对，我们真的是什么命啊！躺完自己在整理床铺。啊，老板，接下来还有哪间需要打扫的？那个，来厕所是满，等于说他只有五种马赛克瓷砖来做的。不是，你光这个也这么浮夸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竟然会头晕哎！太厉害了吧！我看，哇塞，这有点晕哎，这真的会晕哎！哇，啊对，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，然后五种马，不同的马
马赛克来，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自己设计，对，所以你每一间的厕所，包含这些厕所都是都不一样，不一样风格，不一样风格。哇，你很享受人生哎。对啊，然后这边就是一般的书房，这是书房。对，姐，你不觉得这边很像太皇在坐的地方，就很皇室的那种皇室的那种。坐下来之后，你会对我们敬礼吗？行礼，三跪九叩。来，快点来。天哪，哇，你这很像太皇跟那个。太后那个后面就跟后面的石材就像一幅画一样，这石还蛮贵的。哎，这是大理石，特别挑的吗？特别挑的，对。大概因为我刚刚啊，你看房间都看过了，厕所也看过，然后我刚刚问你说，你连篮球场都有吗？啊，你那种三温暖，你是不是也有？有，来带我来带你去泡汤。真的，蒸汽、烤箱那些都有。都有啊，有。你不要乱讲。哎，你是不是回到家就不出门了？对，回到家。你更不需要出去啊。真的不用出去，真的在家。你刚从外面回来。他是从别楼过来，他是从别层楼过来。等等，这是八楼吗？那你怎么还有楼上？九有九楼啊？对，九楼穹顶啊，都有自己设计的穹顶。哪有人家里浮夸到还有什么穹顶？算是全台湾哈室内最大的穹顶，只有室内有穹顶，就是我好像只有。你至少去欧洲国家去教堂，教堂或者是什么博物馆的时候，才会看到这种什么米开朗基罗画的壁画，会在这种时候。然后出去外面就可以看夜景啊，就这样子，这样。对啊，这太离谱了。然后这两边就是隐藏的，真的是贫穷限制我的。然后这两边是隐藏的电梯，就这样子。这个不会一推开是什么太平洋吧？没有，不会、啊，太平洋、啊，中心太平洋，中心是情圣吧？这个是，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天哪，你居然在台北消？还要十几万呢？对，你是买小的吗？我是买一模一样，我是白色的。你也是这么大的？我是这样子的。不是这，不是这一间。我不好意思，我先打断一下，因为刚一进来，你光看这一排，我以为走到一个什么好像样品在卖卫浴设备，但不是，这是大家去三温暖洗澡的地方。它透明的。对，然后你再这样看过来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三温暖的池子，还有这样的 view。整个空间这样子，各位有烤箱，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啊！烤箱有蒸汽耶，这个水流真好。哎，像住你隔壁社区的人，看进来会很羡慕你，因为通常那天看过来，他们顶多他们的公厕才有这样的套房的地方。啊，你自己的车温暖就这样，而且这样可以直接通到房间了。对，泡完汤之后直接走进去。对啊，然后边泡汤泡小池，是那个小电视，然后泡大池看这个大电视。哦，哇塞，这是他的车库哎！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八八八八，哇！有人居然可以把 G 卡弄成黄色，我也觉得蛮厉害。对啊，不是啊，这哦，这有点太多台了呢。对啊，这还有，还有买给小朋友的。我比较好奇小朋友开什么。就是蛋来带我们吃，这个是什么？圈甲烧，好，算甜点是不是？都有哦，小甜点这样。我感觉不到，没有想到你真的这么接地气，喜欢吃这种小品的东西。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叫一二十碗来吃啊。是这间呢？对，这间。哇塞，对。那你是喜欢它的什么料？豆花吗？还是芋？它的豆花，还有芋圆，还有汤圆，都非常 Q， 而且又不会很甜，它烧仙草更棒。所以你的口味就是喜欢 QQ 的口感，对，但是不要太甜。偏咸，哇塞！我们这边也有一个 QQ 的口感，而且我刚刚听到 keyword， 他跟我说，他说烧仙草最棒。哇塞！因为你建立一个烧仙草的配色，他喜。我最爱吃烧仙草。烧仙草在芋圆、地瓜圆，哇塞，绝配啊！那么搭，而且它是硬花生米啊，跟你更配啊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一般的烧仙草都是有加糖的，它的是没有加糖的，所以会很润喉。对，然后我加的料呢是麦片，它的麦片是甜的，刚刚好。哦，就不会太甜，就不会太甜，不会太腻。哦，好吃。那大概都是吃综合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综合的，因为我们每天几乎都来人叫，都要一二十碗来吃，真的很好吃。红豆、绿豆，红豆、绿豆、珍珠麦片，但我都选麦片了。对。我懂了，因为它是综合的，它如果再加糖进去太甜。对啊，对，它就是这样刚刚好的口味啊。
啊，我就想说天气冷了，点一个那个姜汁豆花，也是好吃，手工自己做的豆花，你看汤汁一抿，它就化开了，而且很香，加了一个汤圆，简简单单，勾扎鼻的那种感觉啊。可是我发现它没有结冻的那么快，它是很热啊，对，很热啊。可是它就算它应该是没有放太多的。那个，因为它也说真的，它也蛮烫的，所以说像再冷一点的话，可能因为胶质就会跑出来，只要稍微冷却之后，胶质就会跑出来。但是吃下去的时候，冷冷的天来一碗，真的是舒服享受。对，这是我们湖北哦，三明路最棒最棒的一家烧仙，真的。那我如果来这边报你的名字，应该就不用钱了。不用钱，真的？拿两块饭钱可以。哇塞！可以可以，他帮你记账，我招待啊！真的、哦，太棒了哦！老板进100碗吗？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整个下来，你看我们开房猎人的第一炮，给我们档哎，带我们看看这么厉害的房间，他自己招待很有的地方，我觉得后面以后可能很难超越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一定会找出一些厉害的特色。只有时尚可以超越时尚，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超越。我们找更棒的房来介绍，就是等我们档来盖第二间，我们就去拍他第二。所以第二集会在3年后。只有他自己可以超越他自己。不过下次帮六月盖一间。哇塞！不用回家了。开心啊！太棒！那他们开房猎人现在做成一个相亲节目。红娘爱王，我爱红娘，为您搭起友谊的桥梁。哇！美食资讯随摇随到，新功能独家优惠卡，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，还能整集重看，挑名店好物哦。时尚玩家 APP， 赶快下载哦。